在下狄仁杰，有工部尚书严大人举荐入大理寺任职。狄仁杰听命，本宫任你为钦差大臣，专办审督龙王一案。你大理寺素来破案神速，十天之内查不出真相，提头来见。查案首要，过目不忘。是。破案数则三，忘掉出头鸟，切莫成出头。大理寺有内鬼，还有一条线索。这个狄仁杰处处占尽先机。